这是我不想干了。对呀，我晓得呀，阿拉已经饿死他了，对吧？阿拉年纪大了，又生毛病了，弄啥对吧？你还搞啥么子搞啊？真的。我老公死了。厂里不许不拉出来。大家看一看啊，居委里面很多蔬菜、大米、牛奶、饮料，来看一看啊。来来来，解决一下。大牛叫你来呀！你还知道了啊？白痴啊！居委会所有的消杀物资全部齐全，饮料、可乐，什么都有。居民吃什么？你是在替谁背锅也可以说出来吗？是不是？我想我们上面去反映的话也可以说嘛。好吧，其他街道都做的。对啊，其他街道都做的挺好吗？那你现在隔壁的普兴街道也很好。静默了是不是？静默了，那你总要给我们发个通知吧，物资的东西吧，对，要不上送了，因为我们自己花钱买也不行。你叫我们怎么办？哦，要不这个事情，要不听我讲，我来补充一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们想请问，整个沪东街道有哪些小区是静默的？这个有没有公布？有没有红头文件？你现在都不知道啊？不，听书记说，有就说有，没有默认也是一种态度，对不对？没有就说没有，好不好？这个不难答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您今天的这个行为，你如果说今天答不出来没问题，你对这些情况不知道，我们会向上去反映，您失职失察，可以吧？确实不知道，没问题吧？大家都注意到，书记答不出来，不知道哪些小区是进的，那么 OK 啊，我们向上通知，可以吧？街道书记啊，你书记是这样子做的吗？事情是这么做的吗？你坐在这里就这样子做好了吗？你回答过问题了吗？默认也是一种回答。那你站起来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再怎么样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坐在这里像什么样子啊？群众报告呀，坐看坐惯了。哎，那您是如果是街道的书记的话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朱家门应该算是我们街道，我们沪东街道最大的这个社区了。为什么朱家门这么多人的这个生活物资问题不能解决呢？你看吧，他要这样子登记的。三天后才能。一个月了，这样子的方式方法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三天以后才。那为什么群上有60块钱的套餐在那里公布，我们这里现场又说是50块钱，这个价格是怎么说的？谁说的？我们连通告都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连群有的群有通告，有的群我们连我们价格也不合理。农村妈妈的地老头老太到底通告晓得吧？还是跑到头上来天天来这个样子？可能跟人家互联网经济呢，卖菜呢。卖菜的都没有了，哎，那要登记吗？快点登记，那你有那个给我们给写了吧？解决事情是解决事情，这里卖菜就得卖菜。这是卖菜吗？这是敲诈好吗？满50块减60块，不是果汁。关于卖菜，再提一个问题：居委会卖的菜能够提供保供方的对保供那个信息吗？保供方的信息有没有？没了。每一样的规格有没有？并且，对吧？这个有没有说过？这个是上海市，这个是上海市市场监督局提的要求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提诉求，您可以听一下或者反映一下吗？第一次看到领导干部是这样子的，你哪怕回一句话。没关系，你说那个我也有其他的呀。好像不是，好像又不是只有一个领导。